对，而且有那种学生谈恋爱，青涩的那种恋爱的感觉。对，现在应该很少有这种那么羞涩的歌曲了。好了，我们就来准备这一首歌曲，看有没有符合你们的童年，可以勾起他的回忆。对，会唱的一起喊哦！我觉得应该都会，刚刚都会，那两个字，重点的两个字。